这礼拜三你一旦你能算进来，对吧？非常的对。完了，今天撕，你再把这撕吧。你不要了，好，之后你把这个对，让它跟动了。你现在跟上这个值就不变了。假如现在跟那个湿衣服吧，你那个这纸上那个这个。你看，你能看到丝能不能送进去？对，你不要管它杆儿，你关键是看这个丝，随时你调这个丝，给它调进去，好像稍微有点低，磕到龙池上来，是吧？包了包了，就是我们自己上好。啊，所以说你那儿就这个只要这儿调，好像歪了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向歪了，哎，歪多了，歪多了，很高兴。再厚一点，这可以稍微厚一点，小白，这可以稍微厚一点。什么？是不是可以稍微快点？速度慢点，待会儿先不管它，先拿出那个起球了，再撕进去。对，你该起的球就稍微快点。加快了。好像又歪了，估计又歪了，你往过调，轨道不平行。嗯，你就所以说你得随时看着看着这儿来。往那儿看着，估计把这来不及了。啊，那来不及了，你。看，几球又歪了，又歪了。这轨道好像，这轨道没调平行，好像。啊。你先调轨道吧。啊。